你来看戏啊？山迪不要去。为什么？山迪，我看过他，他好大，好可怕，好粉红。派大星的肚脐也一样，我就一点都不害怕。你会被炸掉的，海绵宝宝，我是德州女孩。你眼中的大虫跟我眼中的大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大虫，而且他偷走我的尾巴，我可不能就这样算啦。好，可是如果不是怪虫偷走你的尾巴呢？要不是怪虫偷走的话，会是谁啊？是我。是你？尾巴呢？在我口袋里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快还给我，快点。海绵宝宝，那是回纹针跟一小段的线，才不是，是你的尾巴。海绵宝宝，你怎么知道尾巴一直在后面？哦，不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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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绵宝宝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现在要去教训那个没有脚的讨厌鬼，不管你怎么说，都阻止不了我。是吧？要是我说。我得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是不行，我还是要去找他。山迪，尾巴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们忘了他，然后回家去吧。我有冰淇淋，加料的。山迪，你要听听爸爸的话，我不准你去找那条虫算账。你跟我回来，小朋友。你不是我爸。山迪，你真的要去找那条虫，就得要过我这关才行。山迪，不，我办不到，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，你找到他一定会被吃掉的。不管是什么样的虫，都别想把我变成虫虫大餐，我可是超强悍的。不，你不够强悍，你不够强悍。海绵宝宝，不要再说，我可以照顾我自己。我问你，比奇堡最强壮的生物是哪一个？你啊。还有谁会这样？还好痛啊！玩空手道啊！你啊！还有谁一天到晚就你这个黄色方块脱离各种的险境？你啊！对，所以那只小小的牛虫不够看啦，因为我就是最强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怪虫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好吧。说。不管是什么。大声一点。不管是什么怪虫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可是。啊！可是，我，你，虫，不要，停下，我。